坐运的双连站麦当球姻缘，台北坐运甲下海城隍庙合作推出着月老票卡，一透早就妈妈来排队，希望月老帮后生找对象。现场阁有 3D 地景的艺术，会当来翕相。排队排甲等等，男女老幼拢有。原来月老进驻台北坐运双连站。台北捷运甲下海城隍庙合作推出月老票卡，选用代表用红线红色，正面有印百年合号，后壁面是月老像，透过月老加持，大红线结好缘。上早来就是这位江先生，求一个好姻缘。儿子四十几岁了，而且是在电脑公司，他们公司里面就一个小姐，找不到小姐，他又是宅男，我想说。今天这个好机会，我妈妈替后生来求姻缘，那是独身的，那是有对象的咧，卖使来求如何，一旦孤孤单单，暂时也阁会提供约会好地点。最后因为年初台北政府推出过一届快闪，反应真好，这回推出熊泰线，会接触外国游客。像日本，他们这个也很流行啊，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也配合国际化，把我们的这个很好的这个习俗啊民俗也可以。发扬光大。特别的是，台北捷运还在这边设计了一个有关月老的 3D 地景，在这边买完车票之后，还可以拍拍照。过去就卖一次票的台北捷运，这回要让大家双双对对。月老票卡是两次票，会使坐两次，票卡不回收，要抢赚恋爱债。